就花了半天的时间去村里采了一些野花，把这里布置得美美的。我又像上班，又像在这里生活。哎，乡村里面的人情感觉。我今天没有菜了，我不用去着急去菜市场去买，我去隔壁家问一下阿婆有没有菜啊。小时之内的车程，那决定打造这样一个乡村旅游的一个点。很多优秀的这一些就是青年来到村子里，把整个村庄能够做活起来，做一些很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会把上海各方面的资源都往这个村子里面导进，让这个村本身的一些我们说的价值可以放得更大一些。